博物館的館長職系，我們就是由這個二級助理館長就開始的。部門就住人才培訓方面新增了博物館見習生這個職位，給一些未有工作經驗但是剛剛畢業的同學，對博物館工作有興趣的，可以試入來做一做。很多入到嚟都要做住博物館的展覽啊，同埋推廣工作都幫助很大，同埋作為一個很好的培訓計劃，將來其實可以在呢個博物館行業嗰度係繼續發展。我哋文化博物館亦都係有一個 Muse Teens 文化新人類一個計劃嘅，咁就係俾一啲中學嘅學生咧可以嚟到博物館有一啲嘅基本嘅訓練啦，攞個印象就係博物館嘅工作係點樣樣。咁我哋都會教佢係一啲策展嘅理念啦、藏品嘅處理啦，同埋唔同嘅博物館嘅運作，俾佢哋有個經驗同埋個感覺，究竟喺博物館工作係點樣樣。